哎，你买它弄啥嘞？记住用钱嘞。哎，这个太贵了，这个好看吧？不是，俺妈给钱了。 黑妮儿，然后 kiss 了。哎呀，我都快烦死了，别 kiss 了。<笑>佑胜哥，俺弟一直反对咱俩的事儿，咋办呢？要不咱俩够吧？够哪儿啊？够郑州呗。呀，够哪儿能啥？人又多，东西又贵。这都说明机会多呀。我就想过那城里的生活，说普通话，穿白领，上班坐巴士，晚上咖啡厅。 爬梯天天有，宴会有人请，还可以公开谈恋爱，请走哪儿都中，人家看不见，轻松又自由。少了不轻，哎呀，没有钱你还是少不成。那我不会去挣钱，我都不相信，咱俩一块干还能饿死咱。天妮，那我的飞机咋办呀？要不这样吧，咱俩把飞机造好了再够吧。我跟你说，到时候别说够郑州了，就是够北京，够美国都中。哎呀。 你咋真神经了啊？那可言可言，咱得先有钱吧。没钱你还想上天？你这叫呀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那你说咋办？那我先问你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呀，这样指使我造飞机，那龟孙不爱你。好，那就先进行 A 计划，先进城挣钱，再杀个回马枪。OK。OK。 1, 2, 3, 4。OK，Yes，Good，Go。 婷婷，该 kiss 了吧？哎呀，我算上你的贼船了，上都上了吧？走。哎呀，咋了？我咬住你了？俺妈还找油酱油了。呀，下我等你啊，老弟们，拜拜。你姐一扎了，万一又咬你舌头了。嘿嘿。哎，我的猪了？来吧，我的酱油。 呀，死呀，死呀，妈！加油！妈！加油！妈！加油！妈！爷，这倒霉孩子。 哎，俺家人家大花没有？这张的人又人才，貌又貌才，一貌三才。上俺这去，几啥来去？啊！你看他琴棋书画样样懂，乖巧伶俐呀，群芳来。别倒茶，我不喝。谁给我倒茶来了？呀，这么大，不是给你倒茶来。 是俺家大花给尿了。你，永成，你可憋死你！哎哎哎哎，走，走，快走，花儿，走吧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哎呀。
人家厂硬换了，不是厂泥了，你走吧，你走不走？哎，你要耽误我下午谈恋爱，我跟你说，我别使，我打你弄啥呢？你下午啊，你下午都找不着了，走吧，啊，你俩滚吧啊！我说我打个电话再回来收拾你，你俩滚吧。喂，隋老板吗？我是永生。啊，我那个108那个飞行模型到货了没有啊？啥？还没有到货了？呀，我盯你都交了一个月了呀。等啥等啊？中，我不等下班了。中，就这吧。咦，干啥呢？大伙儿搁这儿？咋了？走路过来？耶，啥呀？耶，真啥？敲门！哎呀，好他娘！你快看看吧。爸，我咋了？咋了？不咋，那成小妖精了。咋回事？咋回事啊？你交火了？不吃包子了？你看看。说啊，看着还怪好看了，还，就是没法出门。咋没法出门啊？啊，那人家城里的妞都不出门了。就是。哼，一张口就是城里妞儿，那你咋不脱生到城里嘞？妈，那不都怨你吗？哎呦，乖乖，咋怨我了嘞？那你为啥不找个城里的了？你说啥？凉快，性感，耶！你啥了？你没有耳朵。哎爸，那咱在那看那电视模特大赛的时候，是谁的嘴咧了恁大嘞？你说啥？啊？我嘴大咋的？嘴大咋了？我本来嘴长得大，那是看模特才看来的。啊？说啥了你？再说了，那看模特赛那看的是人家的闺女，那谁看都中啊。你是我的闺女，你让人家看，那咱不都吃亏了吗？啥理论？哎，中了，别听他瞎叨叨，你弄啥了你？不正经！你中了吧？你这说他胖点啥？胖你这好大枪你！爷，人家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严肃的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和那个永生来往了。他家恁穷，恁就拿他做棺材那爹，你早就不做棺材了，还说，就那也没气。嗯，恁这永生也不是啥争气的货。你咋不争气了？人家还造小飞机了。耶，你也替他吹吧，把他天吹破了，砸下来头一个砸住是你。你说，
能给我你介绍那个对象，你到底是贱还是不贱啊？不贱。妮儿，我跟你说啊，人家家可有钱了呀，动不动都提钱，咱家都有钱。你啥意思啊？咱家现在没钱，不等于咱家将来没有钱，是吧？你说不定将来哪一天，恁香港的大姐想起她亲爹了，那一记嘞都是好几十万嘞。耶！哎呀，你看那嘴咧了，跟那哭窑样了。拉倒吧你啊！当初要不是你这重男轻女的爹，咱那单就能送人，说不定啊，都恨死你了，还记欠嘞还。没有我他会去香港？没良心！不管咋着，娘，你得给我找个有钱的。你越说钱，我越不见。想见呀，你去见。我见，哼，我要是大闺女，我都专嫁，专嫁那有钱的家里。兄弟，你那干啥嘞？来干啥的？来干啥的？给你兑了一瓶白辣椒。嗯，然后我眼瞎，闻不见，闻不见。来来来，叫我尝尝，叫我尝尝。你尝尝，你尝尝。福哥，嗯，永生那门亲事啊，都快叫我急死了。哎，放心吧，兄弟。嗯，这个事儿啊，我操着心了。操啥心？哎，老布什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老布什。你说是那老警察，派兵打伊拉克了不？哎，你说哪儿了？我说的是咱东边布庄的石匠，都叫他老布什。我还以为你说的前美国总统呢。能查了，能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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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老布什家呀，有个闺女，大高个，大眼双眼皮儿，整的白净白净的，那脸蛋啊，跟那二层鸡蛋皮呀。整得好看着嘞，你看见了？咦，我眼瞎看不见，这是听别人介绍的啊。他都没钱，俺家没有钱。咦，不嫌不嫌，这闺女啊，可有心了。小学的时候啊，跟咱永生是同学啊。恁家的事不是，哪年哪月在哪干的啥大事小事，样样件件没有他不知道。一嗨。那前两年我偷偷卖了俩棺材，他也知道。嗯，说的啥嘞？我说的是永生的事儿，他都知道，管你的啥狗屁事！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他是乡民政派来了卧底嘞。别打岔了，哎，这闺女啊，托他爹老布什来找我好几回了，看上咱永生了。哎，那老布什还说了，只要咱永生一吐口，结婚用的东西，连房子。他都包了，就是图个闺女高兴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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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好，那好，那好，那好。那俺永生不成倒插门了吗？倒插门咋了？啊？现在都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，那你的脑子咋还正落后嘞？啊？他不就是在他家多住几天吗？那孩还是恁孩，媳妇还得叫你老公公，总不能叫他自己爹，老公公吧？那啊，一年能省多少心，多少钱，知道不？我老了，我又没有老婆、啊。你们老婆吧，我有老婆、啊，哪户不开提哪一户。福哥，那你刚才说那老布什家那闺女，真的一点毛病都没有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能骗你？哎，那就是，哎，就是有一只眼。稍微斜一点儿，你不是说大眼双眼皮吗？眼斜点怕啥嘞？
眼斜点又不影响双眼皮儿。你看我的眼都快瞎完了，还是双眼皮嘞。你看。你干啥了？看嘛，又搬家了。你把猪卖了？爷，你是关心猪还是关心我呀？我可是跑一天都快饿死了。哎，俺妈上午蒸的肉包子可香了，要不我回去给你拿几个吧 ？OK。OK。One, two, three, four. OK, yes, good, 中。大南边走过来一个小孩，这个小孩。他说是啊，大姑你摘石榴来，我就答应到啊。哎，他爸，这上午写个啥都他哪恨谁了？起来起来起来。啊，我暖太阳照在你的屁股上。妈，来吃上。哎，听妮儿，快快弄啥了？乖，我饿了。饿了。嫌我吃的多啊？那你把我嫁出去呗。嗯，站住，哪恁多还不嫌撑死你啊？嗯，撑死总比饿死强啊。你这死闺女。天妮儿，天妮儿，他爸，他爸，你管不管了？喊啥喊啥，你搅混的，你这是。那闺女拿了几个大包子又跑了啊？吃几个包子有啥稀罕的？那吃呗，你真是，你整看我他这要。他慌得跟屎跑样了，往村西跑了。这丫头吃力怕歪，你别慌，那我去探探去啊。啊，对了，你把那个天津小时候玩那个望远镜给我找出来。那哪弄啥了？又不是上山看猴了。哎呀，你快去吧，你去完了猴屁股都见不着了啊。哦，好，把烟给我拿上啊。走。五虎叔，写了。这肉包子钱，耶！这不是科学家他爹吗？咋啦？看天气了？看出啥名堂没有啊？不中，我把望远镜借给你用用。咦，哎，一边凉快去吧呀！哎呀，不巧啊！今天风大，不利于飞行啊！哎，中了中中了，就管着恁那疯闺女吧，能坏不少。嗯，不对劲儿啊，是不是我那鳖子回来了？
还能当运动员的。哎呀 ，no！ 我买一回猪，不是变心了，是变主意了。包子，叛徒，我咬死你！俺姑可是给我找了个有钱的人家，你要是再不带我走的话，俺爹就逼我嫁给人家了。真的有钱？嗯，有，气死你！你属狗了，你动不动都咬我你！这样欺负我，看我不咬死你！哎呀，你别咬，别咬，别咬！哎，我给你看好东西吧。啥呀？河马。哎，这河马可是军刺的，一看都是个老东西。你说它能值多少钱？300。一看都是个穷人。500。你能狠个心不能？你破蛤蟆，800总中了吧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不该开房，这俩不是打架的吗？我跟你说吧，他至少值1-2万。你破啥？哎呀，这东西你给哪弄的呀？从天上掉下来，要不是我躲得快，差点给我脑袋砸个金疙瘩。弄死你吧！快快看，我看看。刘大嘴人不咋多，舌头长得还怪呆的，叫我怼他了。啥？让猪给拱出来了？啊！你缺啥子了吧你？你谁哄你是猪？老母猪！我包子了，我包子了，你笑。这儿呢。这臭嘴，吃俺家的包子嘞。尤山哥，嗯，那咱要是有钱了，咱春节先结婚吧。结婚。结婚，那20000块钱咋结婚呢？啊？那你啥意思呀？不是，那结婚能凑合吗？对不对？咱呀，最好把这20000块钱花到我做实验上，等我那个飞机造成了，那也能赚钱呀。到那时候咱再结婚。到那时候我买个小汽车，我亲自开车，我到村里接你去，我滴滴奔，让乡亲们都看看，特别是恁爹。咦，我说那嘴啊，我那嘴啊咧了，都咧到后脑勺后头去了。哎呀，你说啥嘞？那你的意思是，咱得把小飞机造好，哎，再买个小汽车，哎，到时候你开着小汽车过来接我，哎，拉你的倒吧。到时候啊，你也老了，我也老了，还结婚了，结黄昏去吧。你看你说的，老了怕啥？我到时候。我再发明个东西，往脸上这么一抹，不是，马上变成个大闺女。哎呀，你狂死我吧你！哎呀，又咬了！呀，我错了！哎呀，轻点！先饶了你，永生哥，我想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爱我不爱？耶，我不跟你说过吗？只要你支持我造飞机，那鳖孙不爱你。你呢？只要你爱我，那鳖孙不支持你造飞机。现在执行 B 计划，先变包围圈，再造飞机，最后农村包围城市。OK。OK。One two three four。OK yes good 中。这叫王八。
巴的驴道，还得开始开始。董崔，天佑生，你个狗崽子货，你今天。万成叔，你听我说，你别生气啊！说那娘了个脚，你给我趴下来！兔子还不吃窝边草，你一个龟孙货，你乱啃乱啃啥呢？你爸，你电动下来！可臭水货，我今天我又不想去，我你个肚子饿了，我今天我都不想去，我今天不想，你妈拿过去，我今天我打你个龟孙子，我今天我打你个，我打你，你跑，我打你。爸，我这爸，你还拿个望远镜，你这是弄啥呢你？我近视，土崽子这土崽子了，我今天爸，这个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咋还动起武来了呀？君子我老子，说你听我说，说啥？我打你了，我这还爸，你听我说，爸，我哪里？我弄啥呀？你就在这，你就为啥打你？手拿着，别过。苹果还核桃了，你咋着你？咋着？我打的土孙儿似的。你打你咋打？咋嘴乱啃打？嘴啃的不是你吗？咋着？我今天我你还手还直呢？我指你想打架是不是？想打架咋着？中！我跟你说啊，我当你，我可是练过响心拳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打架那你可不是你家。叫你爹这还相信全呢？今天我给你写了，我跟你说，那个爸，就是他捡了个大宝贝。烧水也吃好几碗嘞。啥宝贝？君子汗马眼。扯了，还没有钱买包子，抢我的包子弄啥哩呀？哦，肯定是开包子铺了，想偷俺家包子馅儿的配方了。哼！不是开包子铺了。你赔我了包子，赔我了包子。刘生，我跟你说啊。那大夫大可是又跟你说了门亲戚啊。你看你这长得多气整气气整，大眼双眼皮儿，那脸白了都跟那二层鸡蛋皮儿，你这多气整气整。不过我听人家说啊，不一定准，不一定准啊，听说有一只眼儿有点邪。耶，那当特务怪呆了。咋了？跟踪的时候不容易被发现。你厉害，你都白挑了，你这整的多气整气整，我都打听过了，有气整是有能干，长得都跟电影那个天下无贼那女贼啊，俩女贼了。爹，你说是刘德华那个大女贼啊，还是葛优那个小女贼啊？那俩都中啊。你去看看不都着了吗？我没空。没空，你是不是还想着刘婷去了？我可跟你说啊，那刘大嘴那财迷精，你想想他那嘴一张，那跟那簸箕一样，你有多少钱能将他那簸箕给填满？爹，你都别操心了，刘婷他爹不就是要钱吗？咱有钱了，有钱了，钱搁这儿了。
你投人家了？呀，我投人家还弄啥呀？你等着啊。我等着。你看这是，真有这河马烟呐？那是。我以为刘婷瘸他爹了呢。哎，院长啊，这喂鸡子怪大。呀，你可拉倒吧，爹！你搞你搞你，你喂啥鸡子？爸，我咋觉着那河马烟就是老大夫书上说那宋徽宗那个河马烟？嗯，拉倒吧，你那想象力还怪丰富的啊！啊，是个河马就是河马烟，啊，是个河马烟就一定是人家宋徽宗的河马烟，真是。那是说书里的段子，还当真事儿听。爸，反正还真是个蛤蟆眼，我亲眼所见。前两天永生去镇上买竹的时候，他那个大花竹从地上给他勾出来了。嗯，胡说吧，又不是屎壳郎叫竹勾出来。再说了，啊，地上真有那东西，那就是论主啊，六大嘴那论不住他天家。你也不看看他家的坟头上长不长那个猴子。哎呀，论主你啥都整啊，你会拱，论主你。我说我拱了，我说我拱了。我说我就不信永生他有那财运。反正是呀，那要不信我也没法儿。停，等一下。天啊，嗯，那是这。俗话说得好啊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嗯，那你是这，你把永生那个河马烟拿过来，我看看。那看看咋着呀？啥咋着呀？先看看，自有分晓。好，我现在去找永生叔叔去。嗯。永生哥啊，俺爹先看那个河马烟了。他看的弄啥？我猜先看真的假的呗。要是真的，他就同意咱俩结婚。那要是假的呢？那就外甥打灯笼。超酒。反正我也没酒，我是刘婷打灯笼，不着酒。说一白圈啊，恁爹就是个财迷。永生哥，你说啥哩啊？哦，俺爹俺妈给我养那么大，多不容易啊！这啥也不说都给你了，多亏啊。耶，那他啥意思啊？那我还占便宜了。嗯，他都不想想，他一个大闺女从今往后让我把那抚养住50年60年，如果说你要还不那个。你说啥呢你？就加入加入，对不起。所以说君子那比金子还珍贵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听说啊，原来咱这儿有一个专门给朝廷烧君子这个官窑，那还有专门的官员严格把关了呀。啊，那烧出来的东西你就是正品，那一件都不能多。那剩下的东西，哎，你不管你是正品、次品、残品，那都是统统当场销毁，一件都不能留。有个人曾经偷偷的把那个残品呀拿了走，那到后来，好家伙，咔！我的娘啊！哎，那个破碗都给咔嚓了。破碗，就是那个破碗片，那也得咔嚓，说不定还得慢慢超战呢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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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厉害得很了，我跟你说。所以说，那君子宋君，那是特别特别珍贵呀、啊。解放以后，啊，那四面开花啊，祖国各地都挖出不少东西。那北边，啊，那安阳，你把这个司马穆丁挖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西边，山西的临潼兵马俑挖出来了。南边。长沙那个马王堆那个老太婆也挖出来了，东边，那哪儿石油挖出来了，哎，东北角，哎呀，行了，你扯哪儿去了都？我这打断我，这给你举例子来。咱这是袁军的老家，官窑遗址，可是到现在呢，连一件像样的东西，一件完整的东西都没有挖出来，你说这稀罕不稀罕？永生带去了这个宝贝啊。如果要是真的，那可就是值了大价钱。哎呦，那你的意思是，你同意永生了？他娘，他那个东西如果是真的，那就是他家不同意，咱也坚决同意。嗯，哎呦，那要是假的呢？假的？啊，那要是假的，
就是他家再同意，咱也坚决不同意，坚决。咦，还识死你了还？我不管，我反正就是不捡兔子不撒鹰。他给我喝嘛，不给他闺女。哼，你说了啥话你？就这，没法。牛人哥，我觉得你这个蛤蟆见了还管好了。那是俺大伙儿供了好。嗯，还怪谦虚了。不过说到底，还不是你的运气好呗。那是，咱上高中的时候，那数学老师不是说过吗？那人中大奖的几率啊，比那一辈子让雷劈出两回还低了。那要是捡住蛤蟆宴这种好事的几率，那更低，比那人一辈子啊让雷劈出三回还低。哎，你说这种好事让我摊上了，我不一般吧？哎，是哪个数学老师啊？我咋不记得了？你忘了？咱上高中的时候，有个数学老师姓司，上课时候他提问你：“刘婷同学，这道题有几个解呀？”你那时候也不知道想啥。啊，老师，俺就一个解。俺就一个解，哎呀，俺就一个解，俺就一个解。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哎呀，哎呀，俺就一个解呀。放下吧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咋不记得了？那好事我也记住了呀。那要不是因为那一次，那我能看上你？哎呀，那时候啊，你的小脸红扑扑的，跟那个红石榴一样，可好看了。啊，你先别愁眉了啊。你说，你在学校里还喜欢过别的女孩没有？呀、yeah, ，我跟你说，我对天发誓没有。说谎了吧？凑巧了。你再问一次啊、嗯？你问吧。你说。你在学校里还喜欢过别的女孩没有？绝对没有！你给我出来！哎呀，冤枉冤枉！你这打雷是这物理现象，它跟撒谎压根没关系，他敢瞎打了，他跟啊瞎打了！我咬死你！哎呀，哎呦，你咬咬我，你输高了你是？你给我下来！老师，俺就一个姐，哎呀，俺就一个姐。咬我，让你咬我，不让你咬我，小狗。想啥了？一脸阳光。婷儿，我在想，要是全国农民都能用上咱造的小飞机种田。你说得不得？老得，到时候啊，这整个县城里都盛不下你了。那咋会？我的理想还多着了。中了，别瞎想了。哎，你快说，你准备啥时候让俺爹看那个河马宴呢？别慌，这事儿啊关系重大，咱可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嗯，现在需要啊，先找个人鉴定一下。啊，给。听见啊，把那个放大镜给我拿来啊。大，嗯，你能看见？傻孩，我是半路才瞎的，那叫半瞎。主要是年轻的时候啊，看书太多了。啊，给放大镜。婷婷儿，啊，把那个刷子给我拿来啊。还是让我来刷吧。咦，你不中，这是技术活，拿来拿来。哦。一喝呀！你打仗了呀？你这是？够远的。咦，不是不是不是。哎呀，咦，咦，哎呀，吓着我了。吓着了。咦，吓得还不轻嘞。哎呀，孩子乖啊。恁说当年宋徽宗为啥把他最喜欢的君子蛤蟆宴赏给张太端？为啥呀？就是为了那张清明上河图。那可是蛤蟆宴不是他的心爱之物吗？孩子乖，那个时候可是没有电视啊，也没照相机，
这张殿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啊，就是大宋年间繁荣昌盛的记录啊。宋徽宗把它收藏在吉英殿中，还经常不断的去观看。他每次看到这五米多长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就好像看到他那万里大好河山呐。豆腐大，你说了半天，你是不是说我这蛤蟆眼是真的？你要是假的，我还费这半天口舌干啥？啊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字儿，你看看这字儿，哎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这是不是大宋崇宁年间制？叫我看看。耶，还真是的，大宋崇宁年制，稀世珍宝，稀世珍宝啊！大白，你说这能值多少钱啊？此宝无价。不值钱。无价之宝。那一百万咋样？张嘴，吃饱价值连城，岂能是用钱可以计算的？哎呀，你让我看看，你让我看，你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还没看呢，你是有啥呢？哎，那俩咋跑来了？蛤蟆，飞机，蛤蟆。爹，别做你的棺材了啊！咋跟你爹说话？这恁爹住的是现在最时髦的大衣柜，这跟你娶媳妇似的。爹，对不起，这不是我说的。谁说的？刚才我上街呢，人家问我了。永生，这殡葬法都改革这些年了，恁爹咋还做棺材了？呀，这谁说的？叫我听见，你看我不扇他那口肉脸。哎，爹，这蛤蟆是真的呀？啥真的假的呀？那真蛤蟆搁河里。俺德福大说了，这是北宋宋徽宗的蛤蟆眼。咦，你听他胡咧咧的，我看他说的书那都是瞎编的。俺宋徽宗，他都亡国了，还蛤蟆眼，他流亡肚里眼吧？哎呀，永生，还是不吸烟？哎，不吸烟。有声。母猴啊。啊。恁家永生可是逮住好宝贝了呀！中了，又哄着永生玩的吧？老祖宗的东西可不能打颤。嗯，我过来呀，就是给你交代一句，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卖呀！咋了？那咋着不能卖？军事中宋军那可是宝贝，那是宋军中官窑那可是宝贝，那是。这官窑中皇帝用过的东西，那可是宝贝的宝贝呀！那是吗？这蛤蟆眼不光是皇帝用过的东西，它还牵连着张宅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还牵连着京都名妓李师师啊！呀嗨，那这又牵连出啥？那李老师了嘞？爹，那是宋朝的大明星，大腕，他叫李师师。哦。是唱流行歌吗？咦呀！大来喝水去。下朝来，一边坐一边唱。行，哎呀，永生贤弟，一嗨，这美女是谁呀？就能跟皇帝睁不开眼了？快点去吧，行吗？找你有事儿了。有事儿啊？啥事儿？呀，好事呗，你给看看呗。哎呀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行旺，你纵南闯北见识光，你看看它能值多少钱呢？就是。少说也得180万，真有这么主贵？他只会多，不会少啊。行旺，那你能不能想想法儿给他变成钱呢？永生的科研项目等着用钱的呀。就是。永生，听见？这样吧，
我认识个文物收藏家，姓张，是个古典文物研，反正是个专家啊。我把这个东西我拿去，让他先鉴定鉴定。他只要说中，放心吧，其余的事都交给恁哥了。那好啊，你先给他联系联系，联系好了，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。走啊。那。耶，那我能亏得了你吗？到时候我给你提15%，多少？你还嫌少不是？不不不，嫌少不嫌少。我差了这两天戏，我就得联系。中，妈，咱可有，老可惜。这件事出到那个咱村里，千年传说河马宴跑到永生他的家里，您要问这是咋回事啊？您不问，这可是花烛献宝供出来的呀！胡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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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胡你得认着了，得认着了。那我大三是在监控说说的，啥都说了，啥都说了，一个一个说。我这家一共有大人物嘞，就是。等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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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。等着你。漂亮，漂亮。你娘的，别问了，别问了，这咋回事？咋回事？咋回事？不是叫保住米呢吗？这全村谁都涨了嘞！爹，这不都是俺那德福大跟他宣传了吗？他真是多事儿，你看他弄了跟那憋反弹一样，弄了都啥？也中，庄里都知道咱家有个贺妹，看他谁敢瞧不起咱。就是，我换一身让你等弄。中中中中，爹换好看的衣服啊！别急，别急，让咱俩看吧。就让看看大家注意了啊！今儿个呀，教大家看个宝贝。啥宝贝？咦，好钧刺蛤蟆宴。平时啊，大伙只见那盆儿啊、罐儿啊，谁见过这钧刺蛤蟆宴？没见过，这才是宝贝。没有见过。谁家有？谁家有？没有。俺家有，一会儿啊，大伙一个一个传出看。哎，我可先说好了啊，可不能给俺弄坏了。哎，那要是碰掉一点点皮儿啊，你说咋了？看我不活剥了。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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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真是大干嘛呀？多好！呀呀呀，成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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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点。多神奇啊！哎，德福大说了，历史上真有这回事儿。哎，我跟他说啊，我在中央台肩膀的节目上可见过一个清代的，那叫啥宴呢？咦，看着可一般呢。真的？哎，谁知道人家专家一鉴定，咦，这个70-80万呢？这个和我样还不止180万呢，是不是？对呀。我下一个，我看智商也是180万。我说，这给你俩个发大财了呀！买汽车，买电脑，买媳妇儿都够了。怎么着？爹啊，那贺门宴说不定是个值钱的古董嘞。哼，我不中再给他弄过来。别急，摸底儿再说。
爹，哎呀，爹，你搁这折腾啥了呀？搁这叮了咣啷的，你这也睡都睡不着呀？你这揉啥揉啥？不是唱着呢，宝贝喝吗？呀，你揉不着唱的谁头啊？你说的。你没看过那电影《疯狂的石头》呀？哎呀，半夜的直溜，从梁上下来个人。你这房都没法吃溜，你吃溜啥吃溜？那你也不能吃。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就是我唱到我那被窝里。咦，你去睡吧。你别折腾，你折腾我咋睡？呀，你弄个盆儿搁这儿弄啥？也把你这配吧，我这。蜘蛛侠，这什么药啊？这是宋代军官药喽。军官药啊。师傅，咱这一药大概能烧多少产品呢？这个药炉能烧个60件到80件作品。他这一这个药能烧多长时间？这一炉？这个药炉呢，在古代烧时间长，现在短了些。70个小时。现在是20个小时。哎呀，浩叔，那个东西我见了，宋代君子蛤蟆宴。啊，对，就是一只大蛤蟆。哎，好好，谢谢啊，秦王啊。那现在能人可是多了很呐。是，别说一个蛤蟆宴，就连飞毛腿导弹。那伊拉克专家他也分辨不出来真假呀。对。浩叔啊，你是高人呐，要不大老远叫你请到这弄啥，是不是啊？那是。我是说呀，叫你要小心，叫你的朋友也要小心呐。再说了，你那个朋友，他真能弄出宋代的君子蛤蟆宴？5年前，屯门大兴村红屋大酒楼门口的停车档开张大吉，我和弟兄们雄心壮志，谁知道开张还不到半个月，每天平均被人扫荡1.3次。兄弟们在警察部一帆风顺，干杯各位长官。这以后啊，徽宗亲征被掠回北国，金兵啊就攻进汴梁城了。他们派人到处寻找李思思，为啥呢？经国太子完颜晟早就看上了李思思，非要把他掠回北国不中。这李思思这才决意落发为尼呀。经过大军压汴京，时时仗义献忠心，决意落发为陈氏。却难忘，却难忘清明上河情啊，嗯啊嗨那呀啊哎。哇塞，
老先生唱的实在是太好听了。不认识老先生。呀，豆腐大，这先生给你100块钱。呀呀呀呀呀！我是唱着玩的，可不敢收钱，可不敢收钱啊！哎，老先生，你不用客气了，你唱的实在是太美妙了。哎，我看了个响钢那个，我知道。你可想响钢那个明星曾志伟吧？对对对，曾志伟，那是我的大哥了，我们关系很好的了。老先生，我跟你说，我叫麦库，我是来这里探亲的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是幻城的大女婿，婷妮的大姐夫，香港哪个公司的总经理，麦总。哇塞，老先生，你好好厉害呀！我实在想不到，你真是神奇妙算的。给，拿好啊！这马总，马总，好，人家一二两。骰子，买骰子了。紫银庄园的野山芋，快来买了！你这山芋是药还是菜呀？对了，是菜也是药。这紫银呐，庄硬。弄二斤。哎呦，这吃山药劲儿这真大！弄二斤，我不信真甜。刘婷，你是谁呀？我叫包子。你认识我？谁不认识你啊？幼儿园的园花，学校的校花。人村的村花，你这叫呀梅花招花。哎，闺女，俺孩最笨，他叫包子，他说想问问，恁家卖粉条不卖？就是，恁家要卖粉条，我给你最高价；恁家要卖山药，我给你最低价。啥意思啊？标全都中。啊，中啊，恁有车是吧？那我说你听着啊，你现在往东10公里。建个路口左转，再走2-3公里，路西有一栋大楼。婷婷儿，哎，婷婷莹莹，哎，恁家来亲戚了。亲戚啊，哎，说是香港来，一看呢就是曾志伟。啥呀？一看就是大老板。走吧，过去看看吧。哎，就是，快点，快点。哎爹。你刘婷刚说那啥意思？猪脑子，那是精神病院。仙桥，精神病院，这啥意思嘛？非常非常好的了。快走，你小姨子来了。哎。哇塞，我一摘这么漂亮，你姐就是我的小姨姐。哎，麦总。我们这叫小姨子，那可是骂人的。叫小姨子怎么会是骂人呢？是不是？她是我太太的妹妹，是我的小姨姐了，叫得很亲切的。拿回去，我这干啥了？当花看了。你这是？妈，那看谁来了？哎呀，这闺女毛毛糙糙的，跟恁爹一样。喊啥？喊啥？那现在喊那香港姐回来了，还。哎呀，妈，恁看呢？看去。你不要说，叫我猜一猜。这个是丈母娘，这是老丈人，没有错吧？对不对？这是。哎呀，还议政啥呀？是俺香港的大姐夫呗。亲。哎呀，轻一点了，没有关系的。来，哎呦，你咋回来了？来，快进，我进。我进了，我进了。家里老大人。哎呀，谈啥呀？俺姐没回来，走吧。东西吧。你坐，你坐。你就是那麦克吧？不是麦克，是麦克。哎，还是麦克。是。哇塞！我还第一次见到像你们这样贴面膜的了。啊？面膜？面膜？不是的了，我是说。面膜，左脸的，左脸保养那个。哎呀，就是。我这是厉害，这打牌入了。我知道，这是谁输的，输的多了就是条子踢的多呀。对，你可聪明你。这老伴儿。对了，丈母娘。我送你的戒指了，乖乖啊，你看
看，你看看，你真是好表得了。哎呀，你看你来就来了，还带啥东西了？那当然，电影这东西呢。哎呀，意大利的西装了。不行，也挣下了。这孩子真是。这里还有。哎呀，你太多了！这是我从越南给你买的皮鞋。哎呀，不敢呀！送给你的，这孩子真是好表得了。啊，哎呀，那表特就是那漂亮嘛。表台，我表个台子真好啊！哎呀，多客气你了，太真是。我在会剧上没有戏的时候，闲翻的了。啊，姐夫，你也懂文物。我哪里懂文物啊，我只是喜欢而已了。可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好东西，好东西太多了。小玉姐，你说啥？你叫他小傻鸡？小玉姐啊。哎呀，你这讲的是英文，知道个啥呀？我还以为是军人呢。小玉姐，噔噔噔噔，怎么样？我来。送给你的，妈，你看咱呀，可漂亮呀，可漂亮呀！木哥，爷，你爷俩搁家忙啥了？你忙啥？木哥，我听说永生寺那个河马是个真东西。哥，这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，你打算把这玩意儿咋办？咋办？不知道。要不还先放着？咦，哥，这你都不懂了，我都打听过了。就是自己使的东西也不能归己，叫法律上讲叫啥，不当得利，卖了更不中，那叫倒卖文物。哟嗨，恁说还是我这还是出事儿了？哥，你不如交给我，我给你放着。真主位的东西放到家里头，它也不安全呢。再说了，一圈人眼红都看着他嘞，是不是？万一再招来一两个贼。那我看不中吧？呀，那咋不中呢？你交给我，以我给你保管，是不是？永生搞发明，我赞助20000，这不叫倒卖文物啊，是不是？再者说了，那县里我熟，万一不中，那咱再上交。我给你那钱，我也不要了。你看，中了叔，俺自己都不会上交啊。呀，傻孩子，你要是上交了，你可一分钱逮不住。傻孩子。我不难为恁爷俩了，哥，我明儿个去郑州进货嘞，要不等我回来咱再说，啊？中，那中，那我就走了啊。哎，叔，吃完饭再走吧。不，求妈。哎，爹，咋样了？永生那孩儿老能，再想别的法吧。他有我能。看你多能，几下他都叫你吃了。上车吧。哎，婷儿，我把你这河马眼的事儿跟恁姐夫可说了，恁姐夫也说那是个好东西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哎，婷儿，你到永生那儿去，把那河马眼给他要回来，让恁姐夫看一看啊。就你嘴快，你让他看那弄啥了？你看，你说嘞，那不是为了你的婚事啊？啊，去。不去。为啥呀？俺俩分手了呗。真的？爷，你个傻闺女呀！啊，早让你分手，你不分手，现在人家得了个大宝贝了，你和人家分手了，你这脑子进浆糊了，你那是？你脑子才进浆糊了，你都没看出来，咱妞逗你了，你缺心眼啊你！哦，哎呦，听话啊，乖，去拿来叫恁娘开开眼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只要那东西是真的。恁爸呀，都同意恁俩的事儿。他给我河马，我给他闺女。哎，呀，咋了？咋了？哎，你去哪儿了呀你？我肚子疼，我去个厕所啊。叔，永生给家买？在嘞，有事儿？有急事儿？来，去哎，永生哥，哎，他让你看的好东西。啥好东西啊？来，快来！哎呀，把神秘了。你看，
啥呀？哎，这个这贺马宴呀，这还真是在那贺马宴里啊。嗯，你这书从哪儿弄了？是俺姐夫带过来了，我今天随便一翻呐，就翻着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说明咱的贺马宴是真的呀。那当然了。喂，姐夫，有事儿？啊，回家的路上了。去那本书了？啊，今天那个书给我这儿了，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吧。嗯，好，你在家等我。嗯，拜拜。恁姐夫？啊，他回来取这本书了。啊，咱快来看下面的说明。哎，中中中。此间是北宋年间宫廷藏物，据传蛤蟆宴因有子孙满堂、荣华富贵和吉祥的象征，曾受宋徽宗偏爱。主要特征：外形是一个趴着的大蛤蟆，直径250毫米。差不多。底部刻有大宋崇宁年制六个字，实物因战乱丢失，至今下落不明，有可能散落民间。但真品有一个特别之处。小姨姐，小姨姐，姐夫，哎呀，丈母娘，哎，你咋来了？哎呀，他爸，他爸，他姐夫来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哇塞！哎呀，老丈人今天衣服穿得很帅气了。是啊，哎呦，这个鞋子穿得怎么样？我还是托你的福啊。谢，好主人，老丈人长得很像周润发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说哪儿去了？那村头那个周瘸子，那可不如我呀。就是，俺理发了。啊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们都搞错了，我是说那个电影明星周润发的了。这个很好的了。是好大的苹果呀！啊，就是就是，今年呀，这雨水好，这阳光也好，所以这苹果呀长得……这不是苹果啊，这是桃子，我喜欢吃桃子。这也不是桃子，那是什么？核桃。核桃，哇，好大的核桃啊！我头一次见。不是，是那个石榴。石榴嘛。夜间用力摩擦蛤蟆的眼睛，灭灯后。蛤蟆眼睛呈红色，有光芒，帐于房间，无需灯光，如同白昼。哎呀呵，宝贝呀，这是。刘成，哎，书上真是那么说了？这是个宝贝呀。叔，快试试看是不是真的。天天儿，刘成，哎，刘成，到了吗？哎呀，你看这闺女，人姐夫，别吭气儿，正搁这儿做实验呢。哦。哎。用绳拉灯走。哇塞，叔叔拉灯也记得这个宝贝了。咦，是抓拉灯，不是抓拉灯。哦，那是关灯了。耶，用绳啊，关灯。哎，走。耶，不困了。是不是给地下埋了时间太久了呀？永生，你有劲儿，你再使劲擦擦。啥道理嘛？再擦擦。啥道理？老祖宗留下东西，无道理。给擦吧。你擦，你擦，你都擦嘛！快快擦擦擦。洗得去擦。哎，使劲擦嘛！这孩儿干活都不是。使不上劲。你擦，你呀，爹，你关灯吧！你快点，使劲。呀，不中啊！咋还不亮？爹，这不会是假了吧？爹，爹你咋了？叔，爹呀，叔，你说话呀，叔，你说话呀，爹，这是怎么搞的？爹，爹你咋了？叔，说话呀，叔，叔，叔，这呢，
大花虫狂出神了呀！你说我等成这样了？没事吧你？啊，别整了，整了，整了，赶紧打119了！就是打119，来来来，起来起来！哎呀，什么119啊？110。哦，对，要不能打110了，得打120的了。哎。爹，歇歇吧，啥都别想了啊！哎，这你命天注定啊，孩儿。你说这一辈子没有使过东西，使了一回这还怼我家人嘞！啊！玉成哥，俺姐夫来看五虎叔了。王八大叔，不是大叔王八。你看，我一高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搁那吧，搁那吧，搁那吧。好的，这个东西呀，对身体是最好的大补了。中中中中。哎呀，大叔啊，真是对不起啊，昨天我没有跟你搞清楚啊。是这个样子啊。嗯。你这个蛤蟆，虽然它是样品，哦，它不是文物，没有关系，但是它一个很好的工艺品的了，也是值一点点钱的了。买中。他要是个真的，那不更值钱了吗？哎，就是就是。爹，你那是个死脑筋呢，那没有那蛤蟆眼，咱都不活了。瞎扯！全世界，乃至全桌，谁不知道俺家有个蛤蟆眼？你这弄的，你叫我这老人往哪儿搁嘞？大叔，不要耽误，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这个蛤蟆你先放着，留作纪念好了。这里还有2万块钱啊，有你。看病用的了，不中。你一定要收下的，没中。要收下的，没中。我跟你说，大叔，你这是哪来？作为有生搞科研用的了。那中，那中，我眼熟用。你赶紧，你来个来了，你赶紧拿来。是收好了，收好了。我想是这样，因为有生呢，他搞科研是需要钱的。那是，所以我们公司要出钱帮他搞科研。等他这个农用小飞机搞得成功以后，我第一个买到的专利了，中，到那个时候就不是1万2万，行，哎呀，你轻点，你轻点买，我的近视有点大了，到那个时候那就不是3万2万的了，多少？300万，哎呀，多少？300万的，爹，哎叔，爹，叔，爹，大叔，哦，爹，爷，爷，爹，叔。大叔，我没有说什么。爹，大叔，快去找医生来。爹，你听不住啊，爹。大叔，大叔，说个300万，你吓成这个样子啊？大叔，哦，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我就知道你死不了的，大叔，大叔。爹，爹，坚持住，爹，爹，爹，谢谢你。我就输个300万，给他吓得跟晕个球了。爹，你还没坐了小飞机呢，爹，你坚持住。没有关系，这洗不了的。哎呀，不用压了，我已经砸过了。那别玩了。喂，啊，行啊，我给医院了。啊，你一会儿要过来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好。还有浩叔啊，中中中。啊，东西都在了，都在了。好，啊，就这啊。哎，婷妮儿，恁爹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那得的啥病呀？那都来真急。哎呀，那还不是因为俺姐夫给了母姑叔2万块钱，让他心疼了病了。哎呀，妮儿啊，你咋不拦住恁姐夫了呀？我不是心疼钱，是这钱不该在家住呀。那还是心疼钱。来，爸爸，吃口香蕉。不吃。哎呦，他爸。那啥事儿都想开点儿，钱算啥了啊？身体重要啊，咱不能学某些人啊，弄个假东西搁那骗人。哎呀呀呀，说谁了？说你了，说你了，咋了？我啥时候？我就是说你了，你不是拿个假东西骗人的？你，嘴张那么小。你让扎住，扎住。对对对，咱要。那还能说啥？他那是啊，那个家蛤蟆，先骗俺家小妮儿。又骗俺家大妮儿。爸，你说啥呢呀？那人家母虎叔也不知道是假了。叔，我不要你的钱，等俺爹出院了，
我把钱换给你。哎呀，钱换给谁？换给谁呀？那钱是俺买中给的，要坏的换给俺买中。买中，那不就是俺女婿啊？啊！爸，别说了，好好养病啊。咱不跟他说啊。闺女啊，那爹心口疼啊。拉我给你补拉补拉吧啊！来，补拉。荣生啊，要给恁爹揉揉。中。你。我妈弄啥你都弄啥。咋了？光有那肉都不能给俺肉。就是。你不会换换样？爹，我给你揉揉来。那不会不肉。二朵哈，来。你不说，出来吧。话筝说，都好点了吧？好点儿。行吧，来了。行。话说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就是我专门从开封给你请来的文物鉴定家，郝叔。郝叔，你好。你看这，对不起啊。上来。永生啊。你把你家那蛤蟆宴找看看。中。爹，蛤蟆宴了。搁北方留了。给你的破蛤蟆。别看了，我是个假的，那眼儿都不会亮。那就是摩擦生电，君子也不会发电啊。永生，你自己看看，这是不是你原来捡的那个东西？你自己看，好好看看呗。那可能比以前干净了吧？耶，那是不是谁给刷了刷啊？你不可能，谁的手能捡？哎。反正是有点，是不是有点变心了？对，变心了，坏了，被掉包了。谁的包丢了呀？哎呀，不是包丢了，是掉包了，让人给换了。咦，还能换那假蛤蟆干啥的？你说的蛤蟆是真的？很可能是个重要文物啊。那啥，慢点，这真的啊。都好，姐，我想问你，俺姐夫，啥，在香港了？永生哥，妈，俺姐说那个姐夫是假姐夫，对，假的，假的，这是假的呀。爸，就是说前两天去咱家的那个男的，不是俺姐夫，那是个骗子。啊！爸，说。爸，说叫你上大夫，快点叫人来！快点叫人来！快点叫人来！叫人来！快点！有什么事情啊？有点事情，不早了。你等，我是刚好通报了。不早。不是，姓林，白来财，籍贯，本山本土。职业，杀手。啥？杀猪的了，不是杀手是什么？白来财，你这广东普通话说了还不来了啊？像我们在外边经常跑的人，接触人很多，很就是。哎，对了，我会几十种语言的嘞，像咱们四川话、湖北话、山东的、天津的、东北话，我说老好了，真的，我说的最正宗了，还是咱河话就河。那话啊，对，用本地话说。不是，靠我一说河南话，光接。中了，真是画了大吉了，一个杀猪的还结结巴巴的，还能搞诈骗。说书的事儿。啥书啊？这本儿。我印了。这还怪弄的啊。不是我弄，是他们信求。注意环境卫生。接着说。他是这现在弄啥都不容易。
我弄得我下了不少的功夫了，真的，就这仨漏洞，我在策划中有仨漏洞，他要是发现一个，我都能。说，能成不成？这一，他家有我跟他结了结婚照片啊？是麦克跟他结了结婚照片你想想，麦克脸上跟这个警察叔叔一样，脸上有个猴。你说你那事？是啊，我母猴啊，是吧？你这是二嘞。这根本就没有啥，这书，那老百姓相信书，书上写了他都认为是真，他就真了。这三嘞，相信专家，你看电视的农药广告，有个戴眼镜的一上去一说两句都成真了。再说这个蛤蟆眼，这一擦就亮了，夜明珠那是，对不对？这四嘞。可笑，你给他姐打个电话，我就露馅了。我就知道他不会打。喂，为啥？我为啥？那他爹弄了跟猴一样了，抠的跟啥样了，就不舍得打长途电话呗，对不对？我就这仨漏洞。你姓四个了。我靠，这说着，真弄又多一个。中了啊！你还有你那广东普通话说吧。再听会儿，俺几个也都接，结巴了。这就对的了，我还得说这个顺口的了。我跟你说呀，很多人上当，那都是因为财迷心窍的了，他爱财呀。哎，说你那家贺嘛是咋回事？那是我找地方订做的了，花了10000多块的了。我再问你，那你不给家好好杀猪，出来干啥诈骗了？啊？这个问题嘛。我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的，生活是多姿多彩的，杀猪是力气活，没有意思的。诈骗是需要高智商的，啊，这样才能显示出我的聪明才智。啊，说这个话有5年了，我考过北京电影学院，30多都进了，我靠，最后还是给我刷下来。想过表演瘾，你也不能干坏事啊！我也是不甘心的了。再说了，这个社会它是分工不同的了，就跟那个猫跟老鼠一样，这个老鼠要都是没有了，你们这些猫哎，那不都下岗的了？想了没？抓恁这些老鼠，就是俺们神圣的职责。白来菜，啊，愣啥了你？又想上好事了？我想为你杀猪，你叫我为你杀猪能不能？知道，俺永生啊，准备弄神八嘞。神八？嗯。啊，带人不带呀？不带人，那是无人驾驶。你笨的吧你？乖乖，你看他烧包的，弄多少人来看？永生。啊？那你的小飞机早好了，你会不会骄傲啊？耶，啥意思？我是说，你会不会变心呢？你还变杆了，还变心？大中，那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耶，
只要你支持我造太阳能，那龟孙不爱你。最后变太阳能了？这是谁计划？我跟你说，我想把咱村啊变成个太阳能村。到那时候，洗衣服、做饭、看电视都是太阳能，播种、耕种、带收割还是太阳能，办公厂、造汽车、阿伯斯特、罗伯格都是太阳能。这不光给国家呀节省了能源，还给咱村老百姓们呀带来了发财致富的好机会。青年 ，OK 不 OK？ 一根筋。凡夫随佛 ，OK yes good 中。呀嘿。青年，咦，我没在，这比楼主屁还厉害，他比他爹强。哎，木哥，木哥。木哥来了嘞！木哥，你给永生说说，飞机要是造好了吧，我先订购一架。中，中不中？中中中中中中。说，你看，反正俺家这一架飞机啊也忙不过来，到时候恩管县城一东，俺管县城一西，这每年呢刮风下雨出太阳，咱两家承包喽，保证年年农民大丰收。到时候啊，就剩一个中央气象台，其他气象台呀全解散了。永生，哎，我还想过城里的生活。耶。咱把飞机造好，那城市都变成咱的郊区了，你再去哪儿弄啥了呀？永生，哎，永生，爷，你这飞机拥有不用？爷，咋不拥有啊？有来了还不中了？爷嗨，这飞回来得花多少钱呢？爷，爹，你看你，哎呀，算了，还能买头猪？爷，你看俺那闺女找着啥老公公啊？哎呀，勤俭持家不好啊？哎呀，拉呀拉。拉了啥来拉了？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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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！Thank you.